Hello， 兄们好，我是阿乐电竞大东，今天为大家带来这台价值 2.6 万的信仰之神 ROG 601定制 UV 打印金克斯主题的太阳神主机。 CPU 选择的是英特尔13代的 13900KF 中文原核，主板是普普通通的 ROG Z790-A 吹雪第5版本 Gaming WiFi 的。散热选择的是瓦尔基尼的 E360，自带一块可以自定义的小屏幕，压制它这颗 CPU 也是肯定能压制得住。内存来到了雷克沙的战神之刃 6400C32 海力士特挑一代颗粒，并且也加装了定制的内存风扇，并个超频必然少不了。固态是一块三星的990 Pro 2TB。 显卡大家也看到了，是七彩虹的4080 Ultra OC 版本。整机风扇呢，也是直接拉满了七把连力积木三代，并且也为冷排进行了加汉堡的处理，让整机的散热更加良好一点。电源也必须要选择搭配主题的风格，是 ROG 的雷音1000瓦吹雪版本，也为它加装了整套的粉色定制包网模组线和全套的定制灯板，让整机的颜值更加美观一点。 OK， 现在配置我们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赶紧为这位客户装机吧。